好，咁咧嚟到例题10.3，咁我哋又睇题目啦。图中咧就系一个半圆 A B C D， 咁 E 咧就系 B C 上面一点，咁咧有两条线系平行嘅。如果 A B 等于 A E， 嗱呢个就系题目冇画出嚟嘅地方啦。A B 等于 A E， 同埋54度，咁佢写俾咗你啦。今次要揾嘅两只角，第一个咧系 C B D， 即系揾呢只角。第二只揾咧就系ABD， 即是找这只角。好，那么又看一下题目有什么可以做到。第一件事，我们找基本形状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今次是没有给圆心你的，所以跟圆心有关的所有基本形状你都可以不用想的。不过今次它是半圆来的，半圆即是有直径，逢亲有直径即是有直角，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只直角来的。好了，然后好了，那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這一部分呢，我們已經找到了，就是三角形內角，去找到這隻。然後再想想，我們下一步要找這一隻角。我們看到一件事，就是其實它跟剛才計算的那隻很有關係的，因為這兩隻角加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裡面的角，而這個等腰三角形我們又未用過，所以呢這隻角呢，我們很大機會是跟這隻角一起計，用這個等腰三角形去計的。咁等腰三角形，我哋知道啦，就係講緊呢只角等於我哋嘅對面呢只角。好啦，咁我哋等於呢只角的話咧，又諗下啦，我哋仲有平衡未用嘅呢只角，咪就係呢只角咯。所以重組翻成條數嘅邏輯啦，由54度開始，呢個係54度，用平衡線搬過嚟呢度，呢只都係54，再用等腰三角形搬過嚟，呢只成只又係54，減走咗我哋啱啱揾到嘅黃色。就會得翻呢只角 ABD 啦。好啦，咁我哋開工啦。好，咁第一件事咧就係呢只90度咧，你係要清楚寫俾人知，你係知佢90度嘅。呢樣嘢咧係好多人漏嘅，你唔寫咧就會冇咗一分嘅啦。咁當然啦，你最尾可以括住原因啦，括完上啲圓周角。好，知道90度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可以用三角形去計數啦。三角內角喎，就是、BDC 嘅三角形啦。咁所以咧 ，CBD 即係黃色嗰只角加90度加54度，會等於180度三角形內角喎。然之後加法嚟嘅，送曬過對面變減好，咁所以咧 ，CBD 咧係會等於36度嘅。好啦，然之後繼續做，頭先講個邏輯係由54度變做呢只54度，再變做呢只54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最尾係先揾咗 ABE 先嘅。好啦，咁樣。逐樣做啦，咁我唔夠顏色啦，咁我用埋綠色嘅呢個。好，咁然之後首先我哋就話呢只角咧其實等於呢只角嘅，點解啊？因為佢平衡。咁如果係咁的話咧，記住咧，你如果寫埋個原因出嚟咧，咁成條數咧就會清楚好多，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嘅。先寫個原因先啦，因為佢哋平衡，所以我哋知道AEB 咧就等於54度。好啦，用完之後啦，我哋知道呢只角54啦，咁我哋知道呢只角又可以彈過嚟嘅喎，原因係咩啊？等腰嘛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又寫翻個原因出嚟先咯。我哋寫翻佢個等腰之後，我哋先講啦，角 ABE 咧，原來又等於54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爭一步啦。我哋話我哋計到大呢只角，我哋啱啱又計到細呢只角。咁所以咧，相減就係我哋想要嗰只角啦，所以埋走嗰步，角 ABD 咧就等於54度啦，去減走36度，就等於18度啦。